做得好，我们去找那个无线电吧。这玩意彻底毁了。如果当成避难所，让我们在这地狱般的岛上展开新生活，倒也不错。 尝尝弹药的滋味。 空投弹药耗尽了。 刀锋可以用了，空投弹药就绪。 我拿到弹药了。 空投弹药耗尽了，交给我吧！我不敢相信，无线电还能用？听起来寻达机好像故障了，我看看。 哎，你还在吗？啊，你们活下来了，我是塔克，我是来接你们的。你们在哪儿？没问题。我觉得接收到我们信号的不只有塔克。 出生兽来袭！看来我们得自己争取回家机会了。他们来了！别让他们包抄了！刀锋就绪。 准备再补给。注意，更多重生兽！安全！太好了，运气好的话。 只有他们会听到。
住你了。还没完呢。过来尝尝弹药的滋味。更抓的我拿到护盾了。正在拼，又来上坡，没时间了，我们快守不住了。坚守位置，撑到他过来。还没被打败，猛扑兽，我们无法掌控这局面。分析结果在这儿。没错，抱歉我们来迟了，我们撑过了可怕的坠机事件，跟一群怪物没完没了的激战了一场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但你今天过得怎样？很好，我看也该是时候了。见鬼了。干嘛？放尊重点，那可是霍夫曼上校。我们的荣幸，真的很荣幸，长官。我有同感，士兵，所以我需要你们，精英中的精英。这位是汉纳科尔，他是我这次秘密行动的头号人物，他很了解科学之类的，而且总之，和他共事是件很愉快的事。我的高阶学位是生物化学、毒物学、化学，还有科学之类的。谢了老霍，无论如何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这是哪种作战行动？汉娜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帕哈努岛上卡克碉堡的设计图，代号圣索。它从没发挥真正的作用，在兽族战争末期也只是拿来充当埋葬地，而现在，哼，成了一个塞满风友族的蜂巢。我要你们潜进去，在巢穴的中心地带放置化学炸弹，把他们从里到外杀个精光。这是个高风险任务，但如果成功了，我们就能一举消灭那群魂球，并利用这次任务的经验拯救该死的整颗星球。听好，我对卡克做出了承诺，
在本土人民的见证下，也对你们做出了承诺。只要达成目标，我就会兑现承诺。有问题吗？无论是什么任务，长官，都没问题。什么？我可从没想过要退休啊。很好，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热反应炉宫殿进入后，要前往最底层，地下有红。